1934年10月，由于博古等人左倾错误领导，我军被迫开始25000里长征。在湘江之战后，红军队伍更是从8万余人锐减到3万人，而蒋介石派来围剿的部队却足足有40万人之多。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，部队交由毛主席指挥，于是在接下来的3个月的时间里，毛主席带领红军6次穿越3条河流，转战于川桂滇3省，最终成功于绝境之中谋求生路，这就是著名的四渡赤水。毛主席说，四渡赤水是我一生中的得意之笔。半生戎马，毛主席为何偏偏认为四渡赤水是其得意之作呢？这场毛主席的封神之战究竟又是怎样进行的呢？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，既方便浏览往期内容，又可以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。湘江战役开始之前，毛主席的主张是大部队顺潇水北上，前往江西根据地，结果博古和李德等人不答应，硬是要去趟湘江战役这场口袋阵，最终损失惨重。为了扭转局势，1月19日，随着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的发布，中央决定进入红军四川，与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。这便开始了4次渡赤水河的征程。1935年1月29日，红军兵分3路准备一渡赤水，进入川南地区。但由于当时有40万国军在后面穷追不舍，所以长征队伍只能一路向西。虽然这与他们去湘西和川陕地区与红二、红六以及红四兵团会合的初衷南辕北辙，但这也是当时最好的办法。其实蒋介石也料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他刻意在赤水河西岸埋伏重兵，故技重施，又搞了一个口袋阵，准备一举消灭剩余的红军部队。只不过毛主席等人也看破了这一点，渡河后并没有忙于踏足陷阱，这才让蒋介石算盘落空。而随着严冬的到来，云南等地并不适合军队长期的驻军，因此2月10日，毛主席提出红军可以趁着黔北地区部队正处于受损之时，二渡赤水，重新占领遵义地区。不过与一渡赤水不同的是，第一次渡过赤水河更像是顺着敌人的意图钻入口袋，而第二次渡过赤水则是在一片铁板中寻求突围的机会。到这一步时，实际上是对指挥者战局把握的一种考验，只要能找到敌人部队薄弱的地区，就能够实现突围。因此毛主席也并没有将二渡赤水称赞有加。不过毛主席能够二渡赤水的时候，就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一批渡船，为四渡赤水做准备，这一点属实是点睛之笔。但是从三渡赤水开始，我军在战局上终于占据了一定的主动，由被包剿转变为了牵着敌人的鼻子走。可这个时候的蒋介石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为了重新占据战局的主动，他为红军设下了一个陷阱，而当时只有毛主席清醒地看清了局面。这也正是四次渡赤水中真正精彩的部分开始了。前面也提到了，在湘江战役过后，我军人数从8万锐减到3万，士气极为低迷，连续2度赤水，战局也是焦灼不定。因此我军将领们当时迫切地认为，我们需要一场胜仗来鼓舞士气。除此之外，大家都认为2度赤水河，我军已经可以开始寻求突围，这个突围的方向最好是王家烈驻守的打鼓新场。因为王家烈一部在之前的遵义会战中就已经被我军打败，所以从这下手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基于这种考量，参与决策的20多位领导人中，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支持攻打打鼓新场，还可以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。唯独毛主席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，他认为王家烈的部队虽然好打，但是即使打下来意义也不大，在红军只有3万人的情况下建立革命根据地，与拥有40万部队的国民党打防御战没有任何战略价值，只是徒增伤亡。由于意见产生了分歧，所以我党的一众领导人们决定以投票的形式来做出决策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可是20多位领导人中愿意支持毛主席的人寥寥无几，这让毛主席心急如焚。他当即说道，打鼓新场不能打，如果执意要打，那就撤我的职。于是毛主席辞去了总指挥的职务，打鼓新场成为了大家的下一个目标。
但是毛主席在会议过后仍旧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，他找到了周总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。在毛主席看来，早在遵义会战时，王家烈的部队就被共产党打得丢盔卸甲，可蒋介石这次仍旧让他参与到了围剿中来，为的就是将这支部队当作诱饵，引诱红军从这里突围。而当时在红军的后面紧紧追着周浑元和吴奇伟两支部队，一旦红军攻打打鼓新场，他们就会卡住红军退路，再联合王家烈后方的三个滇军旅构成前后夹击之势。周总理听完之后当即认为毛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。随后毛主席又将进攻打鼓新场利害关系给朱德元帅等人叙述了一遍，于是红军再度召开了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讨论。这一次毛主席的意见受到了重视，众人决定反攻周浑元。在之后的狗坝会议上，我党最终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三人决策小组，将军队指挥权彻底交到了毛主席的手上。最终红军不仅顺利攻破了周浑元所在的鲁班场，再次打破了蒋介石设立的陷阱，而且还顺利展开突围，实现了三渡赤水河，为红军获得四渡赤水的胜利创造了契机。在三渡赤水过后，我军并没有盲目赶路，反而是在赤水河不远处驻扎了，仅仅只留下了个第九兵团对追击的敌人进行阻击。而就在国民党主力被红九军团吸引之后，毛主席当即下令全军飞渡乌江，直接带兵攻向了蒋介石所在的贵阳。当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可谓是肝胆欲裂，因为当时贵阳兵力极为薄弱，仅有区区几个团。为了寻求自保，蒋介石一面撤回了追击红九兵团的主力，另一方面又将驻守在西面的三个滇军旅拉了回来。可他没想到红军所谓的攻击贵阳只是虚晃一枪，很快又表现出来了东渡赤水河的意向。蒋介石自以为这次抓到了我军的意图，为了防止我军与红二兵团、红六兵团会合，蒋介石又连忙派人朝东面去围堵我军，却不想此举恰恰又落入了毛主席设的陷阱之中。所谓的东渡赤水河其实还是虚晃一枪，毛主席真正想要突围的方向其实是原本滇军所驻守的西面。由于当时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经朝东面去追了，所以中央红军与红九兵团胜利会师，四渡赤水朝西而去，彻底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。等到蒋介石意识到上当也晚了，国民党军队与红军朝着两个相反方向赶了十几天的路，哪里还能追回来？经典战役四渡赤水就此诞生，一举确立了毛主席在我国军事史上的地位。而更为重要的是，在四渡赤水过后，红军中的一众将领对毛主席无不敬佩，红军队伍的凝聚力也愈发高涨，革命也进入了新阶段。面对如此评价四渡赤水，正如美国作家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中所说的那样，长征是独一无二的，是无与伦比的，而四渡赤水则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。灵活用兵，因敌制胜，四渡赤水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，在运动中也创造了战机，也难怪毛主席会认为这场战役是他的得意之作，而这也无疑是毛主席的封神之作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个关注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